老大，你来看看这个杆子，别，赶紧学一学啊！现在师傅在教呢。我等到我那弄的话，我把那个杆拿回来，你看那杆质量咋样？等到就是解封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这杆质量都好了。啊？你这杆质量都好了很。不是，我就说看那美国学生的杆跟我们这杆，我们这有几个杆可以用吗？基本都没有。现在好几个杆。但平常没看你用啊，你看拴线怎么拴的？拴线。这鱼钩每次都挂这儿是吧？哎，它的鱼坠子怎么比鱼钩长呢？对呀，它这个坠子在下面，鱼钩在上面。这个坠子在鱼钩的下头，然后这个在这儿，这个要从这儿拉进去，然后一直拉进去，一直拉进去，一直拉进去，然后到后来呢，好像有个可以把线往回收的地儿吧，我记得是。我们还有一根。淡了，那不重新绑线吗？那我来绑吧，我来绑吧。姥姥，快点来，你给姥爷绑线，我可以来给录像，要不然我绑线就没人给我录了。干啥呢，在那儿？